奇频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佑围棋频道。今天呢，我们在这里继续为您现场直播第十五届农心新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赛的第二轮。这个是第一阶段啊。那么今天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中国的范廷钰九段和韩国队的崔基勋四段。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曹大元九段。曹老师您好。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已经进行到第二局了啊。那么昨天呢，小范是先战胜了日本队的先锋姚志腾初段。对，昨天小范这盘棋赢得有点过于轻松。是的。他感觉日本队的这位小姚，这个发挥有点失常。对，是。因为按说他是在日本通过选拔出现的，并且他今年在日本的成绩相当好。哦，是这样。23胜5负。以这样的成绩的话，应该起码是稍稍对小范会有点冲击力的。没错，是这样。昨天几乎是溃不成军了。对啊，好像一个局部下来，这棋已经不太行了。好像就是也没有什么大杀大砍就会输那么多。确实。那么我们有一些现场的画面，先去看一下吧。好的。坐在左手边这位是范廷钰，对，右手这位是崔基勋。他们已经拆完先了。对，刚才没有拆先的画面。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的立和人是邵卫刚九段。这崔基勋好像看起来比较面生一些。稍有点面生，不过应该估计您可能见过吧。见过、对，名字也知道，人也见过。 是其实他的排位并不高，现在在韩国等级分才排第58位啊，所以让人挺吃惊的，他居然能在农心杯的选拔赛上出现。但是中国如果排58位的棋手，假如有机会参加选拔的话，说不定也是有机会的，出现是吧？范廷钰呢，现在在国内的等级分和谭笑是并列第7。就此次中国队出现的5位选手全都是在前10的，这等级分排名。对，这次中国队的阵容里有4位世界冠军，对，就是免选进入的。是的，是的，还有一位就是谭笑通过选拔打出来的。是，所以我们这次的阵容应该说非常强大，因为这4位是世界冠军呢，都是今年的新科状元。对，所以就是状态正好的时候。是，对，没错。棋局刚刚开始没多久对，这个比赛是今天就下午2点钟开始，对，在北京的中国棋院进行。是的，就在2楼。是，所以我和曹老师呢也刚才去看了一下研究室的进行，看看他们摆了些什么变化。好，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棋局吧。这盘棋是由范廷钰执黑先行的。是，刚才我们在画面中也已经看见了。这个农心杯是每盘棋都拆先的吧？对，是。因为是3个队之间，它不可能存在就是互换黑白棋的问题。对，以往的就是可能一些资深的棋迷都知道的中日围棋擂台赛，那个比赛是黑白棋互换。因为只有2个队参加，就是一盘中方黑棋，一盘日方黑棋。那个年代的时候，因为黑棋贴有1/10子。是的。所以这黑棋是绝对有利，并且那个比赛还有一点奇特的地方，就是是两国共同主办的。这样呢，比赛在日本进行的时候呢，用的是日本规则；在中国进行就用的是中国规则。所以又黑棋呢，有可能是贴2/10子，也有可能是贴5/5。那时候当然几乎没什么区别。大部分时候没什么区别，可能涉及到有眼双活之类的。有眼双活，盘角取势，还有中国规则有个奇特的，就是节节收后。对，节节收后是有关系。好，这个比赛呢，现在。这个比赛虽然是在中国的北京进行，但是因为是
韩国主办的一个比赛，对，单方面他出资主办的一个比赛，所以用的是韩国规则，黑旗贴绿幕办。嗯，是的。黑旗手脚，这是挺中规中矩的一个下法吧？对。现在的流行布局，流行，相当流行，这手棋也是很流行。挂角在这儿。现在好像大家渐渐的也就不下这个分头了，好像是不是觉得上方被黑棋展开了？就是怕就是说是上方这样，对。然后这个是蓝逼一下，是。这个、好像已经我记忆中这个可能最初是不是最初下出来的？我不敢说，可能最初下的比较多的或很喜欢下的是日本的一田基吉。哦，是这样下的。啊，就是。那是这样下，这个下法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对，好像很多年以前有一阵很流行。嗯，那现在假如说反推断的话，现在黑白棋慢慢的就不下这个分头，是不是就怕黑棋这样一个构图呢？也有可能。对，那是不是就这样大家都判断作为黑棋来说可能会有利一些，挺满意的。我觉得黑棋可能黑棋的上方的结构比较好，觉得速度也比较快。对，大致上是这样。就因为就无忧角呢，它是看成一个后势，它让你往后势上撞。是。然后这个上边的一个中心点那个大肠是被黑棋所占据，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同理也可以推一路，退路的话是等于是上边这两个小飞子要是个同形。那么黑棋的这手棋跟这手棋都是无可非议的句号点，或者说是必争的要点，这是被黑棋占据。那么现在黑棋在这个大飞的位置可能更好一些，这结构呢，黑棋是先手效力应该是蛮充分的。没错。所以现在几乎看不见这个分头了。对，都是我们。其实对，要不就干脆不走了，走别的。对对对，在几十年前，这个似乎是必然的一手棋，并且绝对到什么呢？有一位是日本的老前辈尾原无雄，就是他的他说的比较绝对，他说黑棋这个布局根本就不行，这被白棋占据这个点，黑棋就输了已经。这个是对，这是尾原无雄的断定，当时是这么断定。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几十年前的围棋都是这么下的，就是作为白棋来说，都是下这个分头，并且偶尔有一点点小变化，是挂了一个这个。那个时候也有棋手这样下。先挂一下再看。对，那时候在中日对抗赛中，聂卫平九段就直白对石田芳夫就这么想，就挂一下，然后占据了分头。这个是白棋寻求一种变化吧，因为可能当时这个实在下的太多。这是不是聂老师挂的？对，聂老师挂的。我估计应该是他挂的。对，因为你如果小飞这个呢，他可能就拆回去了。是。他觉得这个右边这一带呢，就价值就变小了，连片的价值变小了。对。那现在呢，就是这个其实是从也已流行了很多年了。对，最近都是往这边挂的，反正对。然后最初的时候，对，最初出现这挂的时候，黑棋的各种夹击，什么一间夹呀，然后发展成二间夹呀，是先从一间夹开始，后来是二间低夹的多，对对，然后呢，从各种的反夹，从这个双飞燕的反夹，然后从二间的四路的高反夹，都有啊，这个都流行过一阵。嗯、不过呢，我们是从这个目前流行的这个变化的这个中呢，就可以看出呢，可能大家现在也慢慢觉得，就是这个夹击的变化让白棋反夹似乎还是白棋有利一些。哦，是这个似乎也有，就是经过这一系列的下法，然后大家对这个角上的变化呢，慢慢的越下越头，越下越头，大家可能觉得这个黑棋还是不太满意，所以现在黑的夹击很少很少见。所以这围棋的进步是这样一步一步过来的。说不定就是慢慢的其中又发现某一个变化，黑人又觉得可行了，又会重新轮回流行这个夹击去了。现在不过都
就是棋坛流行的都是这个想法，全是小飞的在那儿、白棋太三了、在这儿白棋这个也有飞的想法。飞的话黑棋要反加吗？飞的话黑棋应该是会反加的，反加这个对对，然后是这个是一个定式，对，搬出来叫吃，接上真是啊，打吃，对，现在这个位置呢正好是争掉的，这个差不多可能能看到这样吧，大概是形成这样的一个布阵，这样的话就黑棋这边比较厚实，但是速度可能相对来说要慢一些，然后就这个好像在这个地方是先挂还是什么大飞挂之类的，又有就是你指的挂是就是不加机前、对先走飞白棋飞这个、这个不加机先上面挂是是的是的，但这棋今天是小范的黑棋，就是类似的布阵，小范是白棋也是这么下过，就是他的对手下黑棋是赵汉成、在我们围甲中出现，那个小范阵是一个新位的、后来是这个地方被白棋被黑棋逼过来，被黑棋逼过来，是这盘棋等于说小范是黑棋不是白棋，对对对、是白棋，对他对赵汉成的之前呢在围甲中出现的是这个图形、他下的是白棋，那么本局这个状况他下的当然黑棋，他是黑棋，如果形成这个变化的话，其实就是现在的年轻棋手啊，可能就是真的是从大概从李昌镐这个年代开始吧，几乎流行了一种变化，他们黑棋白棋都想都尝试着想对，就是确实是这样，就是像我们这一代棋手那时候下棋的时候，如果喜欢下这个黑棋的棋型的话，那基本上这白棋的棋型不会这样下，是，但是他们不同，对，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接受的信息量非常的大，是是，因为从古到今的变化都得会，不然有一个不会的话，可能一下子就有可能会吃亏，或者是你要避开的话，可能就有点先会了，对，尤其是一些流行型，因为流行的变化的话，大家实在研究的太多了，或者说也下的太多了，是，那现在。尤其现在还有网络的棋，网络棋它有一些新的变化都在网络上实战演练，没错，那本局这个棋形呢是白棋没飞进去，当然主要可能也是为了避免黑棋在这一带的反加，白棋是走了个拆三，它黑棋打入了，黑棋打入，对于这个打入，以往的下法都是拖过，我当然我以我现在对这个棋形的理解，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可行的，也可拖过，对，是吧，如果说拖过的话，黑棋现在立刻就搬下去嘛，我搬这个，搬这个是，假如说搬下去的话会怎样呢，对，这个他当然黑的有两个搬了，我们先看这个搬、这个棋形黑棋还有这个搬和这个搬的下法，是哦，原来这个两个班都有，两个班都有，当然这个班呢一般来说是要求这里有个子的情况下、这个班比较多，这个形状不太行，对，就是这样吃，你现在搬这个呢可能被它正好上面打过来的话，假如你不能断开它，那只能对断，肯定现在肯定不能断、这个不行，被打一拐就没、如果这有个子的它也不是断，它就拐过来了，是这个应该是黑棋好，就是觉得我正好守住脚，这黑棋还不错，好觉得。那么，我们顺便摆到这儿了，我们就说一下这个棋形吧。假如这个有子的情况下，黑棋搬这个，白棋断，黑棋吃，白棋是可以吃这个。当拐打，然后。对，因为他下一步的话，假如你这个手脚的话，白棋是这个是要恰打。大家看这个棋形，白棋就比较漂亮了。是。当然黑的可能也是要顽强一下度过，这个是个劫，这个劫呢实际上对白棋来说也不是特别的重，也可以打输，可以给你接回去，对，但是一般情况下呢在这个布局的早期，黑棋现在也找不到合适的劫材，真要被白棋再解消呢，白棋就相当相当的厚，
对，所以一般来说这棋形可能黑棋比较好啊，白棋比较好。嗯，那么从一些定式的下法，当白棋拐打的时候呢，黑棋这个见也居多，对，那白棋就进三三。这个都是一些定式啊，打式接上。对，这个可能有些棋迷看见这棋形觉得很熟悉，因为实战中必然是出现过的。那我们现在呢是探讨的是这个班，并且是在这里空无一子的情况下黑棋搬这个。就一般来说没有子的时候搬那边是不太好的。对对对，他一般搬这边，然后白棋打吃，这个黑棋要接。好像下一步应该说是要断了。断了。这个好像也没什么保证的必要，打掉，拖。拖黑棋接上。白棋长一点。白棋长。这个呢，黑棋这个地方是一个顶。现在顶一个如果说成立的话，也蛮厉害的啊。对啊，这顶一个如果成立是可以的。这就黑棋断。这个白棋好像有点问题，主要是这个地方你以后收气很痛苦的是你立完了这儿是有个冲断的。对，就底下是不太容易收住的。是这个变化。他跳这种是有问题的，长是先手。他说打一个拐，这个杀气我拐一个是吧？对啊。拐完了长，即使您能爬到这一下的话，由于这个力，这个还是不行。对，爬到这一下，就算这个地方给你再爬一下也不行，再爬到一下也没问题。就黑棋只要能找个地方就机会冲掉，但是也有点纠结。他找机会当然是不冲，现在也没什么，没关系啊。你怕他马上就把你吃掉是吧？这个首先冲一下吧，冲一下，就冲他一下，就避免变化。省得他立了我来不及了，我团他直接立这儿去了。这个好像成立，可能是、可能黑棋的预想图呢，如果搬下来把打入突破，他就想可能性是这么想。对，一般来说这个地方有个顶，这个顶如果成立的话，白棋就不觉得很好。顶成立的话，是这个是拖了接上藏进去了。顶，他是跳这个，跳哪个？这棋形又不知道啊，不知道，不明。其实你还不能随便跳，他还要断你了。对啊。你要跳这个那棋，跳的也不是地方，好像离那还。其实这个地方呢，这个飞是一个必争的一个要点。这个棋形大家要记住，很大，不要看一个傲入的一个飞，这是必须要争的。因为我们反过来推理的话，被他这个挡住，这个也几乎是先手，还得走一个。肯定得赢。这个太大了。对。太大。所以别人跳一个飞一个，这个呢，白棋可能稍稍觉得不太满意，这带气还紧着呢。是的。不过实战白棋下法也是很有趣的，白棋根本就不跟他在这儿纠缠。对，可能他怕中刀。白棋是后影，这是一部不错的一部棋。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也比较常见的，他先处理这一边。对，靠无忧角。这个靠，当然扳是最普通的了。对啊，那您觉得他单长一个还是要加进去？加进去也非常想啊，很向往的一个加。加是他应该说会扳这个。挡住他。这个如果退的话棋形就松了。这个退就觉得已经好像先退缩了，这感觉。退的话，假如真退也未必就不能下是吗？对，好像没有人退，但是真退了还真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
太清楚，你觉得他要怎么办？很顶一个吗？我觉得也不太像棋、他直接冲断吗？冲断，接上，对，冲到外边打这个。这个如果转换的话，应该是不是白棋不错是吧？这样白棋应该不错、这个白棋满意，还行吧？是。然后再清处理吧，突过。不，这个棋你跑的话，它可以站。接下来怎么下？拐出来吗？下来，拐出来，拐吧。对，要不然被夹住很不舒服。换一个，靠。靠师傅，你只有打出这个了，他接下来搬这个，这是一个转换嘛。接上也是蛮厚，这也是一种下法，也未见得就谁更好一点，好像。对，这个可能也是下，因为这个靠这个你是不能动弹的，动这个地方我是一冲。这是花了。这个黑棋要坏。因为我们稍微再摆两步。打吃。好，这一脚吃，这就坏。你看着办吧。你跑了这地方，对，看着办都没法办。这两边不好办，反正是。那这个，不过一般确实，黑棋在实战中，尤其在职业高手的实战中，很少看见这个退。总觉得棋形松了。对，是的。总是想挡住。对。我挡住了，白棋应该也能够处理。是，好像这样的实战挺多的。有人想。但是如果这样的话，会不会就做黑棋的时候，能觉得会好一点点呢？你现在是搬这个顶这个。顶这个看起来里面的棋形也不太安全。但这个的话很现实吧。以后我就顶回来。目数先亏了。那这个其实黑子也是一种下法了。我觉得夹击进去，然后就是也不见得就是一定要正面的作战，因为作为黑棋来说，让你搬一下，然后他再回手一立，这个棋形脚步的棋形也是蛮坚挺的。对。实战。范廷玉是下了最简单的这个上半，半在上面。白棋长。这个下一步又是接了。接住，他下的好坚实。对，这个确实是这样，这两个字用的太好了，太坚实了。这个棋，其实是这样，现在白棋走这个的话，我们可以判断一下，相当于是这样的一个棋形。其实白棋这地方，我觉得棋形上很充分。是的。就这样的一个棋形，这个地方被白棋还走着了一下。让他小接一个。对。他几个虽然是很损了，但是。很损也很有，真的不见得。这个是，其实也是看后边的。这个挤的话，你说是很损，我觉得说不定地还便宜。就你跟这个比的话，那就要看这边以后的发展，有可能跟这边。对，但是这个地方是这样，实控上实际上白棋肯定是便宜的，黑棋就是厚，这地方是。但是作为黑棋后世的发展的方向，现在呢是受到了白棋两方面的限制，一个是白棋这一带这个一个小堡垒的形状挺厚实的，然后白棋这个小木的位置相当好。对，刚刚好是背面对着它，让你挂不动。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差点正好挂过来。是，那我觉得还是白棋，我觉得显得比较充分一些。是的。那么，这个地方白棋应该棋形上判断没有不满意的之处。然后唯一的呢，就是这个棋形，如果我们再退回来，对吧？是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棋形，或者说如果像这样的，可能会觉得白棋会比较满意一点。那么是不是就这个打路？会早一些，对，和黑棋的，就是说实战的后来这个跳交换，对，他会显得稍微亏一点。这个地方呢是黑棋得分的地方，那么在这个地方我再强调一下，实际上通常的说，是棋形上黑棋是立这个，他比较不吃亏。确实，因为立了这个以后，他如果拐。它可以长，这个地方黑的棋形很饱满，但是一个缺陷，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到，这是白棋落了后手，
啊，黑就白棋争得了先手。嗯嗯，对，白棋是先手。对，刚才那个棋形就是他是后手，他在这儿飞了一个。嗯，哦，是这样子的。是。嗯，总而言之吧，我是觉得这个棋形白棋是挺充分，嗯，就是有效率的一个下法。黑棋呢很坚实。嗯，黑棋在这儿跳，嗯，黑棋跳在哪？哦，白棋走了一个中国流，连片。中国流，对，哦，是。先抢占一个大场吧，可以说是。是。挂角。挂角。跳，这个都印得很中规中矩的。飞，飞在这儿，尖住，还是飞起来，飞起来。嗯，这个地方黑棋的抬头应该是必须的。如果说拆二，好像觉得是不是太扁了，曹老师？拆二有点扁，是，嗯，是的。先要把头抬起来，在这儿。嗯，现在是白棋是打落。对，这个打路呢，实际上他也是考虑到右边这样的一个棋形，嗯，就是隐隐约约有点招引这个字，嗯，就是不要这一带如果黑棋起来的话，举个例子，是不是这种都可以跳起来？对。那么它这个地方形成模样的规模，它打落呢，可能已经一定程度上已经限制了黑棋整个右上方这一带的一个模样的发展。是。嗯，以后如果说这里逃出来了之后，那这颗子可能也是个噪音，对，是的，不管他是跑黑棋吃啊，都会有一些接应在里面。对，所以他直接就打入这个。嗯，黑棋尖顶在这儿。嗯，飞。嗯，这是一个要争头的下法，是吗？是这样。他如果跳的话，当然，大家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一个下法吧，嗯，这个跳很堂堂正正。但是这个地方被他飞过来以后，嗯，可能觉得白棋这一带是不是会点受一点影响？对，这里本来就是一个拆四的间隔，嗯，以后黑棋要打入是很容易的。对，就尤其是中间一照应之后再打入，就觉得很严厉了，就是会变。像这个下法呢，可能在左边白棋这样一个配置情况下呢，是比较恰当的。我们举个例子，如果白棋是这样的一个棋形，这手棋绝对要跳。嗯，是的。因为你走再多的子，对白棋几乎都没有影响。嗯，你这打入基本不可能。嗯，这个甚至于说白棋只要跟着走好了。嗯，尝尝出来就行了。对，你就跟着他压就行。嗯，让你走一排，我那边刚好。是的。哦，但是现在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啊，在这儿，这个在这儿，你只再多几个的话，进去太方便，所以他要争这个头，把这个子看清。对，那么曹老师，现在黑棋，再出头是不是觉得有点不舒服？比如说这样出来，对，肯定有点不舒服了。当然不是绝对不能下这一步棋，对，我觉得出头也挺大，不是绝对不能下这一步棋，但是好像。职业棋手的话，觉得这个头歪了以后心情不太好，嗯，是的，不太就不愿意了。他们就是要争这一点点寸土之地的，嗯，是，所以你飞了他就团了。团了，嗯，对。当然，这情况是不能挡住这面作战的，这个白棋太无力了，这太重了。嗯，他是跳这个，让他挖。大吃。嗯，接上。粘上。白棋飞这个。这个很显然就是下边准备了白棋准备了两步好点，嗯，一个是这个跳，一个是这个倒。是的，并且这个右边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如果你走这个白棋还可以先并次掉再跳，然后再跳出来。嗯，那这黑棋这个子已经，对，这个子被关进去了。对，嗯，好像有点苦了，要动出的话，啊，有一点点苦啊，有点难受。你跑不跑是一个疑问。不跑太大了，跑的话不是，是这个白棋是这么吃你的，这个是纵深的太厉害了。嗯，所以大概不能让白棋下成这个棋形。嗯，对，我觉得白棋这步飞下的还挺好的。是，它在这儿，因为正好接下来有两个间合点。嗯，
那么黑棋是小箭，实战是小箭。白棋挡了，就像你刚才说的啊，这个是一个好点。嗯。黑棋又花了一手棋把这个盖住了，他是不是觉得他怕人家跑出来了？这个应该不会怕。对啊，他还在那儿。不会怕。嗯。这手棋有点意外的，实际上我看到这手棋压一个比较。是不是太厚重了些下的？特别厚重，不是比太，我觉得比太这个字还要更进一步。应该用什么尺？他如果不下的话，白棋能冲出来吗？应该也不行吧。然后搬一个。他有几个下法？比如说您就直接断了。又直接断，我觉得也不直接断。还有一个是连扳。嗯。连扳应该也连扳，好像白棋也没什么招吗？对，看不出来。你这个打吃是没有什么用。打吃完了我怎么办呢？对吧？哎，打吃完了就没什么。打吃这个呢，他可以接上，然后再从棋形上再蒙上，那他可以拐一下。这边你还弄不住他。对，这个棋形不好吃。暂时应该是不太怕的，这个棋形，实际上作为白棋来说呢，它相对。好像还显得更薄一点，因为这地方有个断点。嗯，现在是被征掉，然后这一带如果有一些引征的话，这个断点是白棋是要防的。但是这个棋竟然是下在这，那比较意外，确实。是，因为这手棋跟这手棋，哦，一定程度上来说。不是小范的风格，我觉得是，或者说起码不是小范一贯的风格。我最近呢，我也就是稍稍观察了一下，注意到这一点，可能小范风格上稍微有一点点改变，就是说棋下的比较厚实了一点。哦，以往的话，应该说小范实际上棋风上还是偏。就棋形上还是偏薄的。哦，我是觉得他就抢控抢得很凶。对，然后自顾比较强。对，是的，是的。自顾比较强，然后相对而言呢，他的进攻这方面要弱，偏弱一些。就是那么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一贯的，就是说风格都是就是自顾下的，就是控上不落后，然后他心里就比较有底了。这个变这个呢，可能他自己。说不定是就小范自己在刻意的，就是说，改变追求对一种风格的改变嘛，想让自己的就在棋艺上显得更全面一点。因为这个棋，不这样的棋是实在的，就是没有几个职业棋手肯这样想。对啊，这种棋自补一个是很少的，对，至少是。嗯。他盖了一个。那么现在轮到白棋下了。哎呀，这个，那么现在的对局还在进行中了。如果知道它的结果的话，我就可以很明确的说，这是败招，或者说这是胜招。这样的棋大概是能够被这么称呼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受到昨天对局的影响，因为昨天赢得特别顺利，太顺利了，实在是。今天想下的厚重一点。因为这样的棋的话。如果说这样下出去，最后黑棋赢了，他一定后面的就是后势，或者说是他的攻击，一定会非常成功。如果他的攻击失败的话，那他那这手棋显得效率肯定很低下。所以，姑且我就是把他定这手棋定评为或者胜招，或者是。败招，看他最后的结果，差距有点大哈。这个对，这个差距是很大。但当然，这个中国有句老话嘛，胜者王，败者寇嘛，可能也就是这样。体现这手棋上，可能还是比较恰当。是，嗯。白棋现在飞这个。这个飞，其实也有多种选择了。他可能不太愿意，就是比较朴实的这么拆一个，因为这个点也算比较好的。对，他这个飞显然是比较是撑的下法，对，比稍微撑一点，想张起来就飞完了，我就跳在这儿，我这脚就干脆不补了。其实
当然你看到这手棋这样的一个构图呢，可能还是再回到这里的时候呢，这黑的如果不下这个，你下哪，可能小范当时啊有点犹豫吗？对，绝不好下决断。我也想直接挂过来，这样吗？你挂这个实际上是不是有这个好也很难说、这个那就这个不是这个的话比如说就这样啊，你这个我也是走这个，你要猜哪里啊？这个其实是差不多就这么一个，大约就看成这样吧。因为我是想跳起来的。那现在呢，实际上就是这个猜了的一个棋、也并不显得特别大。哦，对不对？对，就是如果你走这个，我猜这个不是特别大。但是呢，黑棋如果现在挂进去呢，似乎他又稍稍有一点点不满意。如果挂进去大概是这个这么的一个图形，藏进去，走这个、对，白棋应该是会顶一个，现在应该不太肯跳这个，被你拖这个，怕他打了冲进去了，拖这个肯定是，白黑棋比较有利，他要顶一个，然后跳这个，中央的势力就担心白棋余下的问题，对，你又怎么想？不知道啊，对，但我也不觉得这样下黑棋就不好了。不好，但是比如说有的时候是这样，你没有明确的下一步的时候啊，可能就是有一定程度上的不好。虽然很浅显，这个不好，但是你下一步你没有明确的好点下。对，所以他们的追求就跟我们的追求不一样，觉得这也没什么，也不一定是不一定不好，但是你下一步棋，比如说你猜在这种位置上，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点？是。因为我想小范应该考虑过这个图形，对，他可能觉得不是很满意。不满意之处就在于下一步真的我替他黑棋想，我也不知道往哪想。因为像这种棋太松缓了，对，他不这步棋效率不高，你这块棋挺坚实的，这个似乎现在也不是说显得特别的大，说不定还得往这出头，出头挺大的，也有这可能性。这个态度，小范实战的这个态度是把难题就留给白棋了，反正你先出牌吧，我就跟着你看你出牌是吧。白棋这手棋实际上也似乎也可以考虑往这猜的，猜这个的话那黑棋必然要进去，对，那它可以飞起来了，这个比当时走的这个棋形上再加上猜二肯定是要好，那个结构好一些，这个是可以考虑的一步棋呗，就是猜这个是可以考虑的一步棋，那么这个白棋呢更偏向于左边，对，黑棋挂住它，挂住它，对，在这儿，黑棋，白棋飞正，这应该是必然的一步棋，对，这地方不可能让黑棋跳起来，也不可能你去加进去，它也跳起来，这个子很无聊的，是，所以它。这手棋是要这样下的，但是当时，白棋也常考了比较久这手棋。哦，他觉得是不是这样张起来是不是有把握？对，大家都觉得这是当然的一手棋的时候，他想的挺久了。一般来说，这人家挂这儿，这就往上一飞。对，这个很普通，这个当作为旁观者来说可以不负责任的去争一个，这个感觉的意思，对。但是他还是要瞻前顾后的，因为想好了这个地方，他的实战者的他的顾虑是很多的。是，比如说以后我这地方打入了，他都在想。我打入如果如果黑棋很如果能很轻松的活出一块棋的话，那这个棋岂不就落空了？那我还是不交换好呗。你打入我攻你一阵，然后我还可以反打入你，这个已经省掉空了。然后在一定的条件下，如果白棋再加了一手之后，黑棋脱角能不能活一个角？这个都是白棋作为他的实战者，他都是要深思熟虑的。没错。嗯。所以它张模样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你张起来看起来这个配置很好啊，这个节奏也很好，那很好了半天人家打进去你吃不掉，你可能就前功尽弃。但是这个地方就是下围棋难的地方，刚才说是白棋的有种种的顾虑，其实作为黑棋来说他也要考虑，因为这个棋如果这方的模样都让它失控化的话，黑棋如果就靠这个实地肯定是不够的。对，肯定要施展一定的手段，然后是白棋
烤鸭，尤其斑。这个呢是一个局部的一个像定式一样的下法，差不多。这个黑棋来说呢，这个棋心情上它是要藏在这儿的，不肯接的。对。啊。但是实际上它藏这儿呢是有一个缺陷，就是它有一个担心之处，是白棋现在就断这个。它单断的话，黑棋要怎么应呢？我肯定得把你断的这个子吃进来，不然的话我在做什么呢？那你肯这么吃吗？不太可能。对啊，我想要这样吃，但是我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吃得掉。先看这样吃。这样吃的话，实际上白棋已经有所便宜了。是啊，这外面借有很多。对。就搁在这儿不下也行。对对对，因为这点你如果尖顶的话，这地方。你也很难受，是的，对吧？你回头立一下，起码是要收气吧，别的不说，然后立一下你挡住，这外面就一堆的先手了。要收气，对。底下已经比较麻烦了，是看起来，所以我想很想藏在这儿。藏的话，它也是藏这个，这能行吗？有点小难受，因为它是这样，你如果往这飞。把他脚步撞实，白棋已经有收获了。对呀、啊，这样，这样尝一尝。然后这一带你走这个，他还可以先冲你一个。其实，这个地方黑棋已经投大了。他反正如果这要求这一带是先手的话，白棋已经大成功了。因为白棋本来就是弃子嘛，他是是是，所以这个断呢，其实是我们为。小范所担心的白棋如果断了，断了他不知道黑棋应该怎么出招，也许说不定也只能这样，打了就打。先这样再说了。但是作为白棋来说，应该断两下是有利可图的。他实战就拐了一下，这个就很安心了。他倒是下得很。对。一条路走到黑了，他就打算。刚才飞之前可能这一系列的下法他已经想好了、就打算就照这样的战略方针实施下去、对对对对对对对、他飞这个时候后面这几手其实白棋下的挺快，对，那肯定是已经想好了、这条路就要走下去了。那实际上下一步棋当黑棋下在这儿的时候，这当然是一个好点，无可争议的一个好点、除这个飞之外呢，当然通常来说这个飞也是不错的一个棋形，当然这个更有效率，这个更有效率。我当时在想大概黑棋会从这一带出头、一般普通很容易想到这个小飞，对，但我看到这个大飞的时候，哎，我觉得这个小飞好像是差点意思。当然这个棋他稍一点点担心的是这个靠这个、他会有一些弱点，有点点薄、有点弱点。现在如果靠这个的话，现在不会搬、现在是搬这个、不太担心，没问题、对，暂时不担心。其实白棋这步棋对于这个龙心杯规则来说，应该也是一种常考了。龙心杯规则用时方式是挺奇特的，还是唯一的一个采用这样的一个用时规则的比赛。应该说现在的我们国际比赛、国内比赛都只有这一个比赛这样的用时规则。每方自由支配时间一个小时，对，然后用完之后一分钟一步棋，五秒。超时判负，就这样的一个用时规则，非常的简单明了，并且也是它的用时规则是介于黑快棋和慢棋之间。是的，但是这个读秒不能超过只有一次，这个就很考验。对对对，其实早如果进入读秒的话呢，确实是很难办的一桩事情，局面还很复杂，你一次保留时间都没有。对啊，匆忙中很容易出错。所以我就想，昨天这个日本棋手之所以脆败，可能跟这个用时是不是也有一点关系？他又不敢一开始用太多，又不敢不用。哎，对对对，这个没有办法了。他现在是走这个。这手棋我略微觉得有点疑问。他是不是担心这一带的冲断的保卫？他可能想补，但是呢，他又不甘心自己在里面自补。自补呢也很麻，他走这儿的被人家扳一下，你挡还是不挡？挡了人家打了人家。这个棋形不太好，这个被他一扳，
局部来说你不太好应了。是，应该只有挡嘛，让挡你跟他打一个冲一个就不行。这个是不是一个好棋型？所以他补，可能他也不知道补在哪里。补，其实这个棋啊，真的很难受之处就在这种地方。嗯。我们旁观者看看关系不大，就最初的时候啊，就是很轻松的这么一个，然后就压过去，这个是一个第一感嘛。对。然后实际上接下来的苦处只有对局者自己知道，因为这地方你刚才说的不知道怎么补，确实这见你不行。然后你肯这么补角吗？那这个已经缩回去一个了。然后接下来这个轮黑棋，其实这补回去了跟这个无异差不多，但这个棋形白棋就体现不出效率了。对啊，那确实没有什么效率。刚才这个跳到这儿有点。那么这也不能下，你下这个下这个就能下了吗？是不是能？是不是可以下？还有点不干净。对，有点不干净。这个地方他还有打落。比如说尖顶。对，他能尖顶，他帮他非要，比如说这一带来拖一拖你。也挺头痛的。对，万一被他搞出一点点棋出来，你这手棋真的就走了一个效率很低。对，小石木的关子。是。所以这个棋呢，作为白棋的态度呢，可能他想呢，你反正这地方你如果要打入，当然如果你打入这个是比较苦的，做一个什么接活之类的，我也不太怕，因为我这里没手棋，我可以借点我攻你。你如果要进角活一个角，那我就给你活了。对。这个白棋要接受现实，你不能说脚都不让人家活。所以呢，白棋是一不做二不休啊，压过来。这个就整个就过来。当然，他对这上边这个薄位的处理上，这个冲断，这个严厉度都会缓解很多。对，它是有接应的这个方面。接应上边的薄棋，然后缓解这个冲断。帮助。但是这地方他回一手呢，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最初黑棋的就是这个接这个压，在指力上稍微有点凝固的或者有点厚重的，这个效率偏慢的偏低的这个地方呢，稍稍是得到了改善。对对对，因为他也回你的一手棋。对，是的。那么这个时候接下来黑棋要怎么进行呢？我觉得很头痛。对，接下来黑棋怎么下？他是要进去呢，还是不进去？靠了一个角。他靠了一个角，拖角，试一下白棋的应手。白棋现在这样吃有点过，大概没可能性。但被人家搬了，可能火出来，直接给你把这里面全洗了。这个不太敢，要全火。但是搬在外面。但是是这样，因为这个壳现在白棋没有封住，作为黑棋来说，也许是个时机，就靠一下。对，如果这一带有个子的话，他。也许有些强硬的下法，所以他实战的黑棋是靠一下之后跳到这儿，跳了一个，看起来黑棋还是下的很沉稳，对，不是很着急的那种，对，太老练了，这个棋跳在这儿，似乎也是自我感觉良好的样子，确实。白棋要补一个了，对，不然被人家从这儿下来，对，基本上对这空已经破掉了啊，在这儿拐跳住，他是往这儿冲，那其实我很担心黑棋会不会空不够啊，有一点点吧，这样的担心会有一点点。其实这块棋围在这儿的空还挺大的。对啊，它这个角就算你能套一点的话，这个上面的空回头人家跳到这儿，这还是挺大的。不算角空，它已经有五十目了，这个球。看看角空要六十目，可也小要出头。差不多黑棋啊，白棋已经六十目肯定抢全盘。如果这个角后都能空的话，七十几目。对，但黑棋的目数并不是很多。对，黑棋的目数相对来说真的不是很多。是、啊。是。对，总体来说，如果说这样依据形势判断的结果来说，白棋这个下法我觉得还比较成功。还行，对，还比较成功。不，因为。这个棋它就是还给你了呗，就是这个下法，因为你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都是实际上这个地方目数上是亏的，
黑棋的定义，这地方黑棋更是彻底的花了一手棋呢。嗯，是。那就是像这样的进攻，要看看黑，就是白棋会怎么样，对，黑棋有一些什么样的成效。嗯，反正这块棋还是很薄的，现在看起来。薄是吧？对。嗯、白棋撞了一个。就他不在这里处理的话，其实这一代棋形上他也是，他觉得不舒服，不太好下。他怎么下？我们该帮他想想办法。比如说，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因为是这样，你不能走到这一线。嗯。这一线的话，他要尖过来。对。对吧？你这个棋不能被我断的了。嗯。这一重断点太明显了。那么你只能走这个可能。就想走这个是不是你看有点都能连上？走着他都有点没有很舒服的。白棋被他一攻呢，是攻着了白棋的一个痛处。这地方，嗯、白棋如果能处理好，那当然全盘形势肯定白棋有利。对、嗯，时控上，你看这种地方，其实黑棋又付出代价。对啊，这两个交换，这是有目的，这是没目的。嗯。嗯，那白棋实战的处理我觉得还算行吧，蛮轻巧的，靠一碰。嗯，搬这是长形，我想是这样吧。这个地方黑棋一定要摁住它，不然的话这个攻击就没有什么效果了。对，不搬也没棋下，这搬差不多是这样、哦、但是白棋通过这个下法呢，这个是要立的。 嗯， 嗯，这样就多出来这个搬，有了这个棋，他的碰这个呢是为了多一个这个点上多一颗子，然后就可以搬进去。这个搬很严厉，这是一个劫，马上要形成一个劫。他这个时候已经处理了，逼的黑棋没有办法退了，就不能说人家搬一个、嗯、你就这么挡住那。嗯，挡住，对，挡住他是可以先虎一个了。是，虎一个的话，你这个眼是破还是不破？不破的话，人家恨不得搬过去。你如果说一路打吃的话，对、嗯、他还可以一样给你做的。这棋你不然弄回去总不舒服，他这都有眼了，所以还是个解，就是什么？那不管怎么样都是要撑这个解的、嗯，反正。黑棋要打上去，这黑棋应该是冷无可忍了，是要打上去。嗯、但是从劫材的状况来说呢，是白棋是这地方是有一个劫材，对，有劫材。那除此之外，别的地方大概也没有了。白棋做劫，这个是他预定的一个下法，七劫。然后他断打，打这个，嗯。上方这个劫实际上对黑棋来说它应该也是不能输的，对，太重了黑棋的劫、嗯、因为黑棋如果说被抓掉的话，那这回头这一点怎么办啊？对，你说的是这个地方啊。如果说断成这样，我们看一下，嗯，他顶他一个，这已经差不多了、嗯、差不多了，差不多那两个应该是要死了、是啊，你应该直接拐出来吧，我让我下去。对啊，对，所以这个劫对黑棋来说也是相当重。嗯，换句话说，白棋实战找了这个劫时，黑棋确实是不能硬。他必须得把这个，因为这个地方是硬不干净嘞。硬完了之后，他这里还有一大堆劫材。对，这个劫材太多。如果再这样的话，打完了就一长，硬不干净了，硬不干净了，对，这不行。那这个劫就要被打输掉。嗯、因为换句话说，就是说这地方当然白的打吃是省了一些，嗯、但是我几乎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啊。那这个太满，几乎吧，因为这地方我有顶嘛。对，你其实有了这个子，或者你要补在这地方补一个，那我踢掉，就这个效果。是的，是的。这个太成功了，白棋太成功，所以这个地方稍微吃亏一点在所不惜了。对。那么黑的实战呢是下了是，就消劫了。接上。嗯。嗯，这个突然就形成了一个转换。白棋是长、嗯，这个棋呢是，他如果要抢接先手的话，他可以单提。对，单提之后的白棋的下一步会严厉一点。嗯，这个很严厉，这个比他实战后来要进程要严厉的多了。嗯，但是呢，白棋也担心黑棋就跳过。对。就这个地方呢，因为你本身这个还有个断点。嗯，对，现在轮到白棋下的。白也可能也是能跑出一点残子吧，也是只能这么说吧。
你如果很勇敢的要接出来的话，那对不起，要动手了。那不太敢，所以我先慢慢动手，先顶你，你也苦得不得了。啊，你这两个不掉了，你也很痛。是不是还是要死啊？这肩膀我觉得不太好弄，有点累，好像。对，这个不能接，这个就史莱姆棋不会接，大概也就白棋跳这个啊之类的跑出来。但是作为白棋来说呢，可能他就看了这一带就没什么大，所以他实战呢，他是先走这个，他是皇子让黑棋这么一手跳过，对，这个他这个潜台词是很明显的，就是不肯单提，因为提如果你一然突先走上方随便哪个地方走一个的话，那白棋这个的进攻性要严厉的多，对，这样一来的话，这块棋要跑去苦活了，而且这个脚可能被刮得很惨。是是是，是。那么，实战呢，它是藏这个，黑棋跳，白棋拦一下，白棋再提掉，这地方呢，啊，冲掉，对，冲掉，之前交换了一个，现在冲的是吧？就是现在冲的。那么，作为白棋来说，他下一步觉得无论是挡也好，尖也好，也是绝大的一步棋。是的。就是如果说在局面上没有特别紧迫的一个情况下呢，实际上这手棋特别大，对，很巨大，但是那边显然更加紧迫一点，对对对，那如果像这样呢，白棋是便宜一点点了，就是比起他单棋跳过，这个等于是这个棋形，是，对，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一个棋形，那现在等于是这样啊，两目骑马的，两目还不止，三目，这三目，这儿三目，这个三目棋，那有可能走到了还以为还不止一个，哎，这里还有一个是吧？三目也选稍微强一些，强一些，所以走成这样的话，作为黑棋他也没有心情再走了。不过这个棋很大，这手棋的价值，比如说他后来实战，他是啊，我们来先把他实战摆上，他的实战的下一步，实战大跳，不是这个吗？哦，是小飞，小飞在这儿，啊，他吃的这个。吃在这儿吃掉了吧，这样就算已经把白棋吃掉了。我不知道他是不能吃这个吗？不懂啊，难道这个还他可能觉得这个是不是不太这个他是这样，这个唯一怕的我觉得就是怕这个靠，我的感觉是这样啊，但是你走这个的话不太有对啊对啊，那不也只能压过去吗？我还能怎么吃啊？压过去有一点点复杂吧。这要怎么吃啊？这能吃掉吗？我都很怀疑。这样吗？这样也没吃干净啊。那就这样吧，挖一个好像也目数也挺那个。不是。我还以为他不给你吃，他没有说先给你吃，给你吃你就被我顶了断这个火中，但好像有点问题，我是不是要活呢？对，我有点担心他要活棋，如果能贴照一下的话，这个如果是先手基本上能活了，对，这个地方能贴照的话，但是他是这样的呀，就是说走这个白棋跳出来跟这个白棋碰的结果是一样的，这个如果白棋不走这个，我是不是能就反推理啊，我能吃大一些大飞，有可能他觉得这不便宜是吧，这个但是白棋不想办法在这儿逃出来吗？我就很奇怪，我觉得就他觉得这一带木飞还觉得薄一点是吧，啊，这地方他还把它靠可能就是这样，他有这样的靠断，他可能觉得这边薄，这边薄，那边厚，可能这边薄，所以他觉得那边厚，所以他实战小范是走了一个这个，他就是说是我走这个，你这已经死了，被我吃掉了，对对对，他觉得你这已经死光了，他觉得是这样。不然的话，这被跑出来可能很。但是这个棋其实也很大的，实战紧接着白棋就是小尖了一扳。先手。这棋这个似乎是比这打吃是好一点。他打吃完了，可能跟这边还有关系。但是你看他现在的目数上已经是
就算打吃掉，基本上他已经少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已经十来亩没有了，并且还有一些余味，先手十亩的价值，后手二十亩，巨大，十亩还强，还厚薄呢，对，是吧？这个他实战就是这样，白棋一小尖，黑棋一挡，白棋翻，黑棋跳，单跳。单跳的话，实际上以后的话，它是这个图形。然后它还可以拖一个。它是半截，或者是单长，还是半截？半截好吧。半截啊，这边好。这个单长是吧？单长它走在这儿。那可能还是那个好。这样的话就，这个地方压一个很难受的。如果你软头的话，就单木出来说，可能是那边好。但是长，如果您走这儿，我这个詹石先生。就冲了一跳，知道吧？啊，那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这个放错放错地方。对，那还是搬砖吧，搬砖那边好。搬砖吧，因为这地方是有个家的。那这里黑棋木数挺惨的，我觉得。对呀、啊。然后这地方白棋也是先手。白棋是再飞了一下，飞了一下，给他挡了脚环。哎呀，这样一来的话，这脚以后能不能出问题？对，如果只能这样的话，那是白棋是很安心的。如果以后只能这样，白棋很满意了。对，对吧？这起码是有。那就现在就看中央白棋如何定型了。是，这个目前来说是很显然的一个胜负处。嗯，没错，就是这黑棋一飞之后，肯定是想要把白棋上面全吃了。但是白棋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手段？对，刚才我们摆的呢，好像白棋还是有一些文章可以做的。略微是有一些的。对，对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这盘精彩的对局。好的，一会儿见。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解这第十五届农心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第二轮，今天是范廷钰对阵崔基勋啊。然后刚才是摆到最后一手在这儿，黑棋挡住在这儿。这是一个转换，然后就要看这一代就是如何定型了。刚才说这个肯定是现在一个胜负的一个关键场所，这中央如何定型直接有关胜负。先看看白棋中央是怎么下的吧。白棋下的很柔软啊，他就算了，承认这棋死亡了已经。这下的好像。对。比较让人吃惊。这个，但是黑的总是欢迎的。对呀、没什么不满意。你承认死亡了。这个能使局面复杂化一些。对啊。这刚才这个下法，好像我们都没有看到。黑棋怎么杀白棋？如果挡过来，挡住是这样，黑棋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棋。靠，但是底下那个子就要掉了。掉底下那个子对啊是吧，那个子就要掉了。但是你打这个也是有点痛，是吧？掉底下那只关系不大。那就黑棋就先手把这个唬住，就我们说的是这样子的。假如说白棋肯打一下不肯打，我觉得这期黑棋不会便宜白棋不会便宜，那就算了，就这样定型白棋不会便宜，就吃这个子白棋。吃这个子目数不大，断了它就对你当中也损了很多。但是这棋有一点点混乱之处是它可以挖了接，就挖接你推这个，这个断是先手。断我知道，对待眼位或者怎么样的，我这找一个吗？那就是说我如果这个靠，你应该是走这个是吧？对，打直跑。藏出来了，藏出来我现在一拐吃我就死了，这个字对目前我就死了是吧？那我稍稍的变化一下，我跳一个。那我刚才复杂接之前先把它打掉。不是我你是这样子打掉我？这个打好像打掉打的有点，打的是不是您这很对我这还有靠？你打掉我这个，我又往这撞，这其实特别复杂这地方。有个横撞可能，
啊，这棋可能下到这的时候，我想可能白棋已经进入独秒。嗯，他不敢随便出招，这里、那个今天死进去就完了。今天的优势，到快四点的时候，肯定是小范还没夺秒，他已经夺秒。哦，那他用的比较多。就是那黑棋已经夺秒、白棋已经夺秒。所以这一代是每一步的计算稍微出现差错就是出问题，但是轻易的就牺牲掉呢？那除非真的，除非他是判断清楚这白棋控时空够。是的。因为这吃的也是挺大的。对啊。白棋这一代破掉黑棋的目数是1、2、3、4、5、6、7、8、9、10、11、12、13、14、15、20目强一点。那全吃掉这个可能也有30目，那在这一代这空肯定有黑棋，对吧？那太大了。当然白棋提掉这个是后，但是没走到目。这30目强啊，从这线算目的话，1、2、3、4、5、6、7、8、9、10、11、12、13、14、15、16、18、19、20、21、22、23、24、25、26、26、40来目。嗯，这个是20几目的概念。这个转换显然黑棋便宜了。黑棋目数上肯定是便宜了。对啊。但是没有马上出动的话，黑棋控还是小尖满意。啊，这个小尖挡住。那这个空子全部护住了，一目不少。那除非就是这样，他现在实战是点这个，然后挡住顶过来扳住。他想下成这样，全部成空。比如说黑棋挡住，然后就扳住了。这样如果全撑住还可以吧？对，这个白棋这个空也相当大，相当大。但是是什么呢？是个什么情况呢？跳顶。这个对，这个就很简单，一顶就顶出来了。对啊，我不会挡了被你扳住，这样把空全部撑住的。那这边你就已经退了好几路了。我那他这个顶是又是一个问题手，应该单靠。哦，单靠一个。顶不着你就靠呗，那你去顶他干什么？这个其实是这样。如果这两个已经放上去的话，大概谁也不会顶，谁也不会往这顶，跟这个棋交换，没有一个棋手会这样想。这肯定是一步损的棋，对吧？这看起来下到后面，但是就是这个进入读秒之后，像这样的棋就容易出现。简单的黑棋过了一下门之后，就可以顶在这儿。对啊，这个白棋到底在做什么？肯定亏了吧？他拐冲了一下。顿时好像他不知道应该自己该干嘛了。这个目数上肯定亏了，他压这个黑棋顶上，没有什么特别关系。跳住。那这个目数已经一大把出去了，这人家顶大概退了。亏目了，亏目了。这目是，然后黑棋先搬了一个。黑棋没有顶，先搬这个。先考验你一下。这个是不是没办法？没有别的办法，不能退的话被人家立下去，立就活了。是啊，只能是留一个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打完，一冲就冲回去了。他如果这一出这两个不下，但他也有难言之隐了。不下他是不是有可能考虑可以退？他比如说底下是先手是吗？对，他一直到一路硬腿都是先手，不知道跟死活有关系没有？我还没看出来，就是有关系。这个他这个挡住，然后左眼，然后挡这个另一个，然后挡住是先手。这个挡住对这个死活有关系没有？也不一定有关系，因为最初这个地方有几个力，应该也没关系。那他的也只能交换掉，没办法。那么这个地方只能被黑棋便宜了，占点便宜，就是他断打，然后黑棋顶了一下。这地方亏不少，这两箱对一大把目数就亏出去了。对，他把这个翻吃回去。这个很大呀。这样一来我觉得这个胜负的天平好像往黑棋这边倾斜了。本来我觉得不见得。对，因为这个地方黑棋又便宜了，我觉得是定性。
么地方总觉得被他又便宜。这后半盘我觉得是小，是不是范廷钰的强项？对，是。就他实际上是挡住，也只有挡住。但这棋，就这么定型的是吧？那不挡住也没别的好想啊。挡住他又可以先脱先了，在这儿爬一个，巨大，特别大。他爬完了，这棋有点吗？没有吧，曹老师。啊？不一定有。好像不见得有。他可以团住。团住我。那这种尖点线是断点，可能这种，但是它本身就大，本身就目数就很大很大，十五六亩这个盘。白棋现在是这边大了。他靠了一个。啊。顶住。他是掉。这个还打掉，走完这种地方打掉。黑棋安心了，反正这个扳就是没得扳，他不打掉被人家打你就没得打了。是的，打掉他就只满足于这个常识先手就行了。哦，他这个常识先手是吗？他为什么是先手？他就觉得这个丁是先手，然后这儿冲断他了。他这一断你就不好扳了吗？哦，单断就行了。有点这个意思，单断出去单火，单断我只能互断。我断你这个虎队。对。然后呢？好像也没棋。是啊，他如果要出棋，他要靠这个丁先手，然后这贴过来接上之后，这虎这个也没棋。可能要杀气。哪有？他就这样盯这个啊，接上啊，然后这个，但是这外面也很破呀。哦，这样断打。对对对，打死接上，然后黑棋吃到底下去，他就虎断他先，好歹先把它断开。那是那是还是大的。断在外边。收气。这没看出有别的招法来啊，他还可以虎这个断开，这就是不用盯这个会好一点，反正也是对对，也是靠这个招法，有点小问题，有点问题。虎这个，他如果冲断呢，还是要补到底下去，然后白棋可以把它虎断啊，就不需要紧这一口气了。现在对，所以黑棋还是挡住他吧，挡住他。对，刚才这个白棋断下的太快了，就他一走你弄不回去了。对，那边好像连不上。自减一气。这个黑棋还是补吧。就像这个小尖也是很大的。白棋长下的。接上。这个、瞄着一点。这个应该没不会有问题了。对，因为他这个几何力先手，所以就没事儿。如果说白棋这个粘上是先手的话，里面是不是也没太大问题？这是几先手？那还是有点事儿。如果这样有点小问题，这有点事是吧？你要走这个，他要顶上了。顶下来。但他可以没事，他可以搬。搬这个。应该也没也连不上哈，但这可以可以写活了，拖一个，拖一个他就走这个，接上，接上不错，你可以做成双活，大概立一个就能双活。那我立双活，双活你也有点收获，但我先手双活，我可以先接一个，然后再弯在这儿。对对，但是你现在接还没有，对，我这个没接，没有接。没解肯定是没起。但这个他可能还是能收一下，以后刮他一下里面。帮着挖了，
这其实这么熟的。这个这种是能挖到。对，这个手法、哦、先点一个，点一个也没什么。也没什么特别的好意思、好处，但是那就顶吧。现在这木石到底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好，我是越看他刚才这一招越损，这件事对损了一把。这招顶的是不好，损飞了。黑棋这一代大概是能够长了，一路扳接了，这可以那么算。因为现在轮到黑棋下嘛，还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七二八二九三十四十十一十二三四四四五四六七十八十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六一六二六三四六五六六七六八六九七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八十八一八二八三八四八五八六起码八六八十七嘛，八八八九九十九一次。小一百目了，黑棋，黑棋没那么多目，就是。这个如果要走这个的话，但这边目会很大，这边目还稍微有一点点，但他会应该走这个，这边可能黑棋都全是目。是啊。刚才给黑棋这里点了，没好好点目，但已经接近一百目了。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二十六、三十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一十二、三十四、五十、六十、五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六十、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最多了。六七、六八、六九、七十、八十几目，那好像小一百目。那么盘面都十几目了。这一代，即便给白棋成点空，你看黑棋还是要好。这地方转换，如果能把它吃掉，黑棋的实控上还确实是便宜了。嗯，对，现在应该是黑棋不错的局面。嗯，挖一个。我们看这116，他就跳一个。哦，他就跳进来。一夹也把它夹死了。哦。对。是不是有点问题？先手，白棋终于尖到了。刚才您一直让它尖的地方。哦，这尖挺大的。嗯。尖是挺大的，然后就当成布吧。白棋在这儿，顶一个，扳底下，扳底下，白棋中间得硬吧，不然被夹死那么大，它受得了吗？要硬，早晚总要硬的。嗯，它突进来，是吧？是这样。这什么意思？考验黑棋的死活啊！他走这儿就行了。没有什么呀，他是走一个这个，走一个这个，你再弯回去，弯回去，这不看得很清楚。走这个，打也不打，直接弯住，做活。然后就是说，现在白棋这个硬腿是先手，哦，这个地方脚里有一点死活问题没有？是有还是没有？有的。有，死活可能没问题。没有死活没问题，那他就没不会有问题。确实死活没发觉他有问题。他刚刚好能做活，能两目，两只眼能蹭住。哎，是吗？得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骂的。哇，哇就简单了。哇，他总是两眼活总能活了。嗯。那如果您不哇？走哪儿啊？您单靠吗？单靠我就唬住您。您先点也不行，点我挡住。没用，对。是啊。挖不到。挖，反正他走这个打，这时候打吃是不是都行？打吃被他接上，接上好像无法进步。走这跳进去。对，我单跳，现在来不及了。这个。哦，那我不打吃，这。啊，也不见得，我爬过去了。爬过去他是不是回一个你先挡上呀，刚才如果走出手的话，哦哦对，就是黑棋要想这个做活，白棋跳进去，黑棋关成打劫了，白棋挡住，你现在好像是不行，无法进活，对，你要走这个他一路打吃先，对，但是他可以先走这个，他单胡他不要去打吃这下，他保持这边的先手，这样就确保两眼活，也就我走这个只能打吃了，
一道火。对，是这样，实战是这样吗？两幕。哦，实战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挺惨的。挺惨的，但是确保活了。啊、因为是黑棋，刚才是黑棋下，还有这个跳，嗯、但是其实他这个好像太过了。现在搬这个太过分了，我没不行，现在搬这个不行，这是急打，这不行。那你怎么急打？不是他点一个就行？他有点啊，他有个点。我除非我爬出去，就不点点行吗？这有点点你点你不行啊。那这个我那这个。我可以加加一个，单加一个加你不行哦。就简单说，就算你给你爬着，我就算给你爬着这地方啊，还是不行，你不能立了，不能立，立的话我一查，是的，这出棋，不能贪心了，这地方。小范也是看得挺清楚的，就是活棋。对。是。最重要的是活棋。但是两目毕竟是活了。他打吃。先上。走这个注意，不能走这个，走这个就被净杀掉了。当然，也不能虎这个，也被点死啊！他虎这个是好棋，这个是一个要点。这个没走掉呢，这个是这样，但是这个随时都是白棋的。啊，这个没有走掉，对，就这两个没有走掉，是这样。是的。那现在他是不是还在回到中央了呀？他在这藏了一个。啊，这个是黑棋先生，然后。举这个作业，再跳。啊、这个、黑棋活的，其实效率也挺高的，这两块棋。所以这下来呢，白棋是价值挺大，但是比起上面这个全死光了，好像还是要小一点。但是这个转换呢，虽然是黑棋便宜了，但是主要是本来这个转换之后，我觉得好像还挺难讲的，但是这个白棋中间这个。点完了这个顶太饿了，肯定亏，这实在是太饿了。然后就是中央黑棋这么吃的时候，不知道白的有没有手段出动。就刚才在那样的那样的跳出来，这个很厉害。是，如果能跳出来就厉害。可能他顶的时候，他没有看到人家横跳有顶的。其实特别简单的棋、但是呢，可能读秒钟的时候，也许会没有什么注意。当然。更也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觉得可能形势也不是太好。哦。他在那就是想总是找最撑的下法下、但是呢又不太像，这形势不太好，他又走在这地方去。对呀、这手棋完全像赢棋的下法。是啊，他可能一时半会他没看出来他跳的能不能逃出来，他怕他一逃这棋就突然死亡了。他如果逃了全死了，那肯定是输了。那是那是那是。所以他觉得可能还是。那如果这样也输的话，还是逃一逃吧。那我们也看看、这个、到底能不能逃。对对对。确实。嗯。但这个地方太损了，但这个又顶刀，这个又挖刀，这个跳刀全部都走到了，把白棋的目就挤缩了这么一点。回头这个接还是先手。先手。那太惨了。这接好像白棋还挺难受，实际上。接了接。你这是补还不补被冲花了？得补在哪儿、是要补的。我还很。是不是直接补在这种地方？补在这儿，这就很痛苦。痛苦的。是啊。他是不是马上一会儿就接了？还没有。跳了，有黑棋现在就。真的是马上接了。接上了。真的是马上接了。这补的。啊、他虎在这儿、那这样的目应该白棋不会够。对，刚才点了，即便这里是两目的话，对呀、但这里是很满的，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地方其实只要黑棋全盘加起来，别的地方空和白棋全盘相抵掉，
黑棋就赢半目。因为这个规则是黑棋只要踢六目半。对，这儿还有两目呢。对，这个就当然这踢这个加这个，和白棋全盘点上。而且刚才您数的时候，这儿都算上。现在如果说黑棋单拐着这个，这只有一目了。对，对，这儿两。这个是这一目，现在是这地方的官子的目应该怎么点？可能有些棋迷朋友不是很熟练的掌握。实际上很好算的。就是如果白棋挡上，算到这一线，这个棋子算上去一二三四五目。那么白棋那黑棋走一个，你就一目。五目。啊。就这个步棋的价值是五目，是啊，哎，这不是价值是五目吗？四目吗？哦，对，四啊，对，算错了，是四目。对，这手棋价值官子价值是四目，然后点目的话呢，就是点到这一线，白棋能点三目，是不是这样？是的。不是，本来你走我还有一目，我一走我增加了一二三。四目就折半算，折半算，就算到这儿，比如说一二三不四，就是这样算，就是这个地方，对，这个地方白棋就是走到这个地方，白棋要点三目棋，对，然后呢，这个官子的价值呢是四目棋，是的，后手四目棋，这个可能很多棋迷朋友呢，不是，就是怎么说呢？其实特别简单的一个计算，但是可能都懒于疏于这样的一个训练，就是大家都看了就是三目四目，反正知道比两目大。然后呢，这个棋白棋进行多少目，点的也不是特别的精准。实际上，这个地方的目数应该很好点，就是这地方白棋应该是有三目棋。这是一个很容易的官子计算。对，刚才这一点白棋要扫掉两目。对啊，那这地方的黑棋先下，现在轮到黑棋走啊。黑棋就把这个收了，搬挡住一 虎，这个是基本收官手法。它比刚才比黑棋，我刚才判断的目是黑棋是长了一路半箭。对，长了一路半箭呢，是在盘面上别的地方有大的官子的情况下，对，是可以那么收的。这个如果他甘于了后手呢，当然是这个好。是，这个然后这个扳是几目呢？是后手五目的价值是吧？一二三，先是五目，一扳应该算正常的时候你应该退。这个劫，不过如果控很差的很多的话，或者劫材相对比较有利，是可以打住的。那如果说白棋这地方能够打住，那么这个扳的以后的价值呢是只有三，先手三目。对，你这个机会请他接，然后你退的话呢，这个扳就是有个那个先手五目的象。但是他要走这个也是挺可怕的。这个什么意思？这步棋没有。这是这样。是刚才给他挪了一下。现在白棋盘面上也没有什么大官子了，看起来。那就中间这儿跳出了。中间跳出，这地方的官子是挺难收的，他一接你也很难收。对，是的，全部是去紧着的。这个白棋真的不知道这边是下不下下什么，因为你走这个的话，他先搁着先不下。要下的话，他就直接就顶进来，是吧？你挡着一吃，当然这个可以先挤掉。你也不能先走掉，先走掉的话，这地方黑棋顶进来了。大家注意啊，这地方不要随手去一扳，觉得被人家夹住、对，正好被人夹住啊。但一顶就是突破的很猛。对，这就全是出花了。你挡这个的话，我顶这儿顶回去了；你走这儿呢，我拉回去了，这接回去会冲进来了，都。是，那白棋。没挡这个的话，他怎么走呢？他是走这个团哦。现在他有这个棋，那还行。他记住，他这个是先手是吧？他不能收气。承认你是先手，就接上。那他还是但可以挡住了，挡住了啊、他不挡。不，他先搬。他搬粘了先。搬。搬粘，然后挡住。他没挡，就不挡了是吧？这地方他立了这个，他觉得这个大。
这个如果不能挡住的话，确实是挺大的。是啊，就被黑棋冲进来了，等于说。嗯。打吃了那一下，叫你打吃一下，对，切上。就挤这个。黑棋挤。是厚一个，这很小罐，这已经慢慢就要大了，是吧？对，现在已经算大的了。尤其去哪儿交换了一下，是。还有什么地方是要这个压一个？哦，压一下。顶上。然后把这个煎进来。煎进来。嗯。煎白棋也是要挡了。嗯，不然又挡又煎进来了。嗯。这墨日渐减少，顶掉，顶掉，白棋挡住，黑棋，这个挺大的，嗯，弯进去，可以靠一个虎一个，哦，可以这样收，那更好一些，嗯。靠的时候他会虎这个吗？这样转换怎么样？哦，有一个转换，嗯，是吧？对，他有可能虎这，虎这个，假如说您接上我就把这个挂死了。啊，那他如果走这个你就那就转换冲过来。那还这个大一点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目。嗯。嗯，那黑棋走的话有可能就走这个。就单弯一个算了。这个也是挺大的。嗯。被其接住了啊！这个是什么？一收两目。哦，你收两目，对。嗯，你收两目是不是跟这个？它是这样关系吗？它这个的话，它得把这两个全部冲掉。对，白棋两下都冲掉。两下都冲掉，当时的话呢，白棋也不太愿意。嗯。就这个就随手被黑棋就提掉了。是的。白棋想法上是希望能够两下冲掉的时候直接就接住了。嗯，这个以后黑棋要补一目棋，不然被接打一口气打死了。就是白棋要走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地方呢是要先冲这个，这时候你就接，然后再冲这个，然后再把这接回去。嗯，这是白棋如果收官的时候它正确的次序。这样以后呢，因为白棋如果把黑棋弃权顶上，这个是三目。因为无论紧任何一口气都是有一目棋，这，哦，是先手三目，然后只要他一接就要吃掉你，接上一脚吃你就死了，嗯，所以这是两，但是这白棋来说也许应该冲掉了，不过呢他的难言之隐在这地方，人家提这被他提，你差不多就是只能打吃吧，这个，他是打吃先手，然后这个手这个地方其实他还有一手大的棋，嗯，弯进来，确实其实这手棋也不亚于这个，嗯，所以白棋呢是没有先走掉，这地方双方并不是没看见，但刚才说的是这个，就是次序上不能先冲这个再冲这个，这被人提掉，要被他提掉，是你断不进来被冲死了，嗯，啊实战现在是黑棋，这是后面的小关子，都是很精细的地方，但如果棋局很细的时候，这些精细的地方可能会决定啊，如果是半目输赢的话大概就有关系，嗯，顶一下，顶弯了一下，顶住。嗯，好像这个棋没有什么关子。对对对，几乎该冲的都冲了。嗯，像这种冲比普通的一目先手一目要来得好一些，要找个机会就把它冲掉，嗯，因为以后劫材很多，对，好几劫材，这个，嗯，被他如果白棋要逆收的话，在对手没有走这样子的情况下呢，白棋要逆收一目，这个是比较厚的一个逆收一目。刚才呢，白棋必须要把这两个都冲掉，黑棋里面才补一目。对对对，他先冲一个没有用，也不行，黑棋粘另外一个，他可以粘另外一个。对，所以说呢，白棋也不太好收这个地方，因为是这样。其实是如果盘面上官子就是这样，要一个全局的一个统筹的安排，是就是说
如果局面上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手棋这么一个大官子的话，白棋可能两下就冲掉了，被你提我就安安心心就走掉，因为接下来可能就一个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比如说只有双方只有两目的官子了，那就还绝对是应该这个先手三目应该走掉。但是他现在呢，白棋呢是把黑棋这个接跟这个看成是一个剑合的一个点，对，一人一个，这个也确实很大的。你想，我如果走到这个的话，你就只有一目棋了。这地方就这，因为这个拐是先手，这地方是的，这地方一目都没有，好像啊，有一目，就一目棋。那我走这个的话，你像一二三四五六目，这是后手五目，对，也是相当大的，挺大的这个棋，这个棋也是挺大的。不亚于这个你收官，所以我们收官的时候经常说就是手指最后一个官子谁收，这也很重要，所以你之前就要大部分的这官子就要有一个判断，对，你一个我一个到底谁会手指最后一个，这是很重要的。对，就是这个局面下的，其实我们就是收官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这一瞬间的官职的价值是几目，这个或者说是胜时先手值，就是在这个时候在你取得你先手的时候，你是应该逆收呢还是应该走后手官子。这个其实每一个都，其实黑棋是选择，实际上选择这个，但一方面觉得是黑棋是形势觉得有利，他安全一些的下法看得很清楚，然后呢实际上他也有他的判断的，应该说如果明显的比这个小的话，他应该会下这个。是的，就是这个判断呢是这样，就是你把以后的每一个官子都要把它等分计算好了，对，一人一个，一人一个，一人一个，计算到最后。对，这个其实说容易很容易，说难也是很难的。因为他接完了之后，白棋必然会收这个官子，那么最后一个小官子就是这个了，这个就等于说是黑棋的了。对，就是这样的意思。那黑棋提到这个的话，这个有黑棋是提到这个了吗？哎，没马上提，他现在没马上提，过了一会儿才提的。他在冲，把该冲的全冲了。然后他是走这个四在这儿。他不刺这个是怕人家走什么？怕人家挤一个吗？怕人家走这个，怕人家走这个。这里其实这样收的，这个两目都收到。然后这样的话等于也有点后手三目的意味。那挺大的，并且可能是不是三目还不止一点，这个是挺大的。如果你不走，我冲完有这个，有一元啊，待会你接上了我一挤，你接上的话这里还挤掉，我不这里还有一幕，看见这个地方有一幕，官职的时候像这种地方能够有隐藏的一个暗的一幕棋的话，确实就是可以说，如果说半步适应的棋，这种地方就厚了，可能就是有关胜负。那这个尖现在就也是很大的一手棋。刚才我们看这个地方，这四目棋，这四目棋，这里还有四目棋，没空。这个就是黑棋判断比四目棋大，对。是吧？对，这比四目棋大吗？一二三，如果说待会冲了团柱，这里有半目，这里有半目，一样，最多也就四目棋。但是，对，也最多也就四目棋，那就一样。他走这个的话，白棋挡住，白棋挡住。这个比四目强，小范的官子收的好的。他这个冲完之后他有这个接，对，这棋下的好。接的话就挖进去了，对，挖完了我团打，就直接把你打成两目，对，然后他这儿有个扳，然后这一个扳，这个扳是两目三目，两目半，就是三目了，我一扳你接我一接，这个我打到三目，所以接完之后白棋这个搭记住，黑棋是挖掉，那这样一来的话，这个成了几目了？冲完了，这里面剩三目，本来它有一二三四五，哪个？六七。如果说让白棋走着，白棋走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目，对。
现在只剩三目，这已经差了三目了。对。不过这里亏了一目。这里亏了一目。四目。四目半，四目半不到一点。其实是这样的。其实你挖这个的时候，它可以接上的，对，接上更便宜一点，就是作为摆起来说，如果你打结打输的话，它接上更便宜，因为这两个的交换，从理论的目数上来说，这个单结，白棋是只有三分之一目的价值。对，因为它要提了才能接上啊。对，然后这个呢，就是有二分之一目的价值。一半儿。那所以他就亏了，他又亏了一点，应该单接是吧？对，但是他现在是这很细小的结，细微啊，他提结，那这个结能打赢打不赢？我觉得这黑棋劫材太多了吗？我觉得冲一个，这得接，不然搬进去了。对，他提接回去了，接回去，一冲，把最后的关子都收掉了，提这个。这个是啊，这个白黑棋的官子下得很顺掉了，就觉得范廷钰的后半盘非常强。现在已经没了，实际上是已经没了。冲一个。没什么官子了，先手一目，这个先手一目也已经大了，是不是？这有个，这有一目。但这现在这一目最大，这打吃掉吗？没有。他虎一个，白棋先挤的这个。哦，把这个挤掉。对了，这个也有先手一目的意思。接回去，这提劫没有意义。然后他把这个打了。他要冲这个。冲这个黑棋，白棋是冲这个。然后黑棋。接回去。黑棋走最后一个，你要走一目，我走一目。我这里还有一目。不是，这里有一幕，这里有一幕。接这个，208。提了提劫。黑棋是不是还要求把劫打赢一下？对，是的。对，他反正劫才多。他这个要打赢一下，要把他这个打回去。接回去了，没有办法，这个、他打不赢这个劫。因为一打的话是一个先手一幕，他受不了。然后黑棋把这个搬了。是，搬了可以接上，对。如果这里有一个，他就不用接。对，正好这两个结还一人一个。他是接上。白棋冲一个。这后手一目，那其实韩国规则也是简单了。就结就行。就这个结就谁打赢就行了，因为。没有打赢这一轮，哦，这一人一个接两个劫，反正一人一个劫就完事了，也不存在那个对打劫上后的问题。如果这是一个技巧性的一个问题，如果说是中国规则的话，如果黑棋想接收后，现在你就不能接这个劫，得收过。这个我对我顺便就是给，因为今天现在还有一些时间，再给棋友们介绍一下，就中国规则的接收后。这是一个，其实这是一个相对有一点点小复杂的一个情形。对，就是说，我们就是简单的说，如果说现在外边盘面上只有一个单关，其实这假如单关也很少，只有一个单关，我们看看，对吧？我们就说，我们就假如现在盘面上就剩下一个单关，然后呢，剩下这三个单节，那么。如果黑棋如果走这个把劫粘上，那么白棋把最后一个单关一占，是如果盘面上一占，那么黑棋只有接劫，白棋最后接上劫，一人一个劫。对，那么如果现在黑棋想接收后呢，应该现在就把盘面上最后一个单关一占，对，然后你就跟人家打劫。不，就比如说我们把单关收完了，现在已经单关没有了，那么白棋呢，他要打劫的话，
他基本上他得先粘，他只有粘一个，他先提没有用，他先提你就粘结就完了，对，先提我就粘结，他白亏一个劫财。哎、嗯，你也只有粘结我才提过来，是的是的，是这意思。那就是说白棋要打劫的话，正确的打劫方法应该是先粘结，嗯，等黑棋粘了之后他再跟你打这劫。但是如果黑棋劫财有利呢，黑棋就可以劫是否，对，是的。那么换句话说，我刚才说的是就是盘面上把它简化成黑棋，全局只有一个单关，那么实际上大家可以想象成不可能无数个单关，只要盘面是成单数的单关，黑棋如果有无穷多的劫财，这个情形下，就是刚才这个情形下，黑棋正确的下法，如果劫财无穷多，肯定能接收，他就哪怕外面有几十个单关，你当然你可以有几百个劫财的话，你可以收单关而不应该接，你接的话，这个棋，如果这个情形，反过来作为白棋来说，我也给大家提供一个，也是下围棋中避免接受一个技巧。如果外边是，其实作为白棋来说，你现在其实根本不用考虑，你也不用守单关，你就不要去接劫，对，没有变化，你就只要收单关，他劫你劫就行了。是的，因为有很多爱好者，我也看见他们下过，他老先喜欢先接上，先把这劫接上，看看好像这，但是你很可能就给对手不沾这个劫收单关劫时候的一个机会。对，如果你因此而输掉这盘棋，半步棋，那实在是太冤了，对吧？这个棋呢，实际上在初期的中日中韩之间的交锋中呢，是出现过用了中国规则，因为日韩的棋手呢总是他先粘结为先，比那个比单关要来的重要，他不知道有这些收获。对对对，当然这个我刚才讲的呢，其实这个场合呢是我说的是比较简单的，就是一个接收后怎样避免接收后，或者怎么样能接收后这一个场景。其实还有比较多的，对，我觉得实战当中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因为有可能比较复杂一些，比如说脚上那个斑了之类的，对，那个一二那一斑，那就说不清了，更有一些解决之后的一些复杂的一些场，但是当然可能我想亲密朋友真的在实战中的话，不见得碰上正好有关胜负，因为可能会差距比较大，对对。因为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用的中国规则，黑棋如果只有盘面七目，你则黑棋这一方就要想方设法制造一个这样的单劫，劫劫收后你就赢半目了，这个是很爽的一桩事情。没错，而且今天这盘棋呢，黑棋劫财明显要多于白棋，劫财明显多，这一大堆劫财，这儿劫财多，这中间还有劫，对，这个单关收完了之后，这个段这次都有劫财，如果说这盘棋是中国规则的话，有可能接受后黑棋就收单关了，对，是的，是很有可能，但是现在因为盘面差距比较大，没有这个必要。对，那刚才是搬粘了是吧，那然后就黑棋就粘结了，就不就是黑棋粘上两个结，白棋粘上一个结，最后就把结粘完了，就完了，就结束了。对，这期最后的差距是挺大的了，就一人粘一个结，我们把这个棋给大家摆上吧，反正因为他们没有单关的关系，对，就是韩国规则的话不能结束后的是就是他们是守墓的最后是黑棋是六目半获胜，这差距很大，这样就盘面黑棋是好十三目对，因为贴六目半嘛，等于盘面十三目了。那我觉得这棋转换完了之后，是不是白棋就已经形势不太好了？实控上它是不太好，确实不太好。加上这中间一损，中间有损，那就对，非常的明显化。中间如果定型好一点，局面应该还细一点。对，是的。那这盘棋呢，实际上呢是，我想。其实我最初这个棋呢，真的是可以把它视为是胜招了，回到之前。当然，当时我说这句话是形势胜负还未定。对，说实在的，后边确实小范呢是非常就是说漂亮的把这个后势转化成那么大的实控。对。
当时你无可想象，只要这个时候能够在上方这一带黑棋能成这么大的实绩，居然能把它全部吃掉。对对对，当然其实白棋呢就是下面突破了一点，是他把角收成了两目，是，但是总的目数的出路可能真的有十来目的出路，就是黑棋的实控获利就是比白棋这一代的所得会多个十目左右，但是就白棋后中央后，对对，但那个时候后要其实后到最后岂不这不也就只有两个眼嘛，这地方没有多大的潜力，还是白棋成功还是要在这里。其实当初就黑棋飞阵的时候，白棋不是选择了靠了太极，靠了太极，那我觉得直接中间跑一个，其实这棋棋局上早，早上早，对，啊、对，但这也是种胜负了。他作为实战对局者，他的胜负感还是很强的。嗯，我也不觉得他直接跑就不好。不过这个地方就是最后白棋是就是中央这定型就简单掉了一下，让白棋尖守住，那这地方是有个黑棋的，然后白棋有小尖被它挡住，很完整的守住空的话，可能黑的实控就是要领先一点。我不知道白棋这时候的形势判断是怎么样的，是觉得形势还不错，还是胜负未定，因为这个地方如果一脚黑棋就是往外跑的话，白棋往外跑的话有点复杂，局面有点复杂的，嗯，很难讲，是因为黑棋后来也没有什么使特别厉害的招，对 对, 对，就是按部就班的收一收，你虽然这个是亏损了，是这也就搬了，这冲回去就了。后面其实就黑棋失控出了，当然从各处的观止来说，给我的感觉是黑棋绝没有吃亏，我只能这么说，黑棋肯定是肯定是绝没有吃亏，没有吃亏的完全正确，是，对，这个就很各处定型呢都比我的预想的要好一点点，有些地方，当然我的判断可能那时候觉得黑的空比较多，可能给黑棋算的比较保守的，对。那么最后呢，今天范廷钰执黑，是战胜了韩国的崔基勋，明天呢将迎战日本队的挑战，可能上场的几个人当中，是不是他们这个是好像也不一定是谁，也不一定是谁出场，我也不知道他们对，嗯，是剩下几个日本，其实我估计。实力上我的凭借实力上都差不多，哦，是这样子，是，哦，那我们明天继续关注这个比赛吧。好的，今天呢明天再见，就为你讲解到这里，谢谢您收看，再见。